我就这么在一个美丽的城市出现了，是不是很累？腿还行吧，早知道我弄一电动的就好了。晨哥来劲儿了啊，我可跑了，走，飙起来了。我走路还离买那个还没有你们快呀，是不是已经到了呀，八哥？没。八哥不分东南西北，啊，真的吗？对，我们不会走了20分钟去了另一个地方吧？后来发现要走40分钟。这样吧，先咱先别过了，我呀查查我。 地图导航，好不好？咱们先确定一下。漫游任我行，我是郭麒麟。叮，您的导航小郭已上线。左转，再左转，右转，再右转，前方即将抵达本次导航目的地。是这里吗？已经到那个外围了。现在这个雕像应该就是大正门了。对，这里。雕像。哇，咱们在这合张影吧。打个卡子吧。 你看他这个大脚趾，哦，就是那个摸了会幸运那个胶水头，奥运大脚趾，真的吗？对，摸他这个大脚趾，你就幸运，你一摸你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神呢，一摸就是想起来了。 轮椅卖了吧？别，不行，还得回去了，留着留着，也不行。哦，好，找个角度，然后叫别人帮我们拍一张。好，你摸我，我摸他。来来来来，打个卡。好，Go Go Go，车肯定是下不去，我应该可以自己走下去，我认为。 我可以走下去，我们先把你扶下去，我们再上来把车拿。那等会儿，杀了，OK。先下一阶看看行不行？没问题。